秦墨，这么晚喊我过来什么事儿啊？问题，这是咱俩留下最后回应的机会。哈哈，是来了好几次了。就是想让你看看穿的怎么样。啊，真漂亮，可漂亮，可漂亮。喊你过来也没有别的事情，就是有人放在心里面的时间太久了，我想最后问你一句。什么呀？你说呗。我就是想问问你，咱们两个还有没有可能？秦墨。你对我的好呀，我全部记在心里了。我不后悔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，即使是吵架有分歧啊，我都觉得在一起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美好的。只是终究差的太多了，真的。我有的时候晚上做梦，梦见我像一个迷路的小孩，哭着追呀、啊、跑啊，就怎么也赶不上你，你知道吗？最终我走丢了。走丢了，但是我慢慢的长大了，所以我就不再奢望我找到曾经的路了。那我就想亲耳听到，就想要能够听的答案。过去了，就往前看吧。其实你接触到的任何一个男性啊，都比我优秀。其实我已经猜到了，但是我还是正面这条纸条去追求你的幸福去吧，真的，我真的是祝福你。想着你即将上任了，说什么呀？哪个邻居？我那天买了点水果去看你，但走到门口听到了女孩子的声音。我满心欢喜的去看你，但却没有勇气再敲开你的房门了，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了再见你的身份。我觉得不打扰你就是最后爱你的方式了。我门口的水果是你放的呀，人家只是来充电的，好吧？你想多了啊。零二零，我不会再去你家敲门了，我现在勇气已经没了。咋的？要结婚了，还祝福你吧。有个男孩子一直在听我，我准备给他们机会。好，挺好，挺好。走吧，咱出去吧，这灯都关了。是啊，现在好热。哎呀，你说的别这么伤感。你要不要替我把碗端，看看他怎么样？我见他干嘛？我不见。明天晚上他会像你之前一样在公司楼下等我。你不是慧眼识人吗？替我看看他是不是值得托付的人。我不去，我打死都不去的。那你走吧。行啊，那你早点回家，路上开车慢点。陈慧琳啊，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祝你前程似锦，再见回家。那我以过客之名，祝你寒冬有温榻可栖，炎夏有清风相伴，遇良人得众生，一生平安幸福。那我就走了，有些爱你，有些疼你，你却偏要走，非要等到撕心裂肺了才懂。感情的世界不是真心就能够拥有，给你的再多，你永远都不懂。